瓶怎样？哎，这个很轻哎，塑胶瓶，哇，快要两公升哎，哇，1864毫升，这么精准，这是干嘛？早上9点、11点、下午1点、3点、5点、7点、9点，完美。这是要干嘛？就告诉你几点要喝到多少啊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对啊，就一天要喝完一整瓶才 OK。哦。一天就要喝1864毫升。哦。原来是这样。